碎掉了，当下是不会在他的心里。对，我当时就觉得倩倩挺有性格的，挺成熟的，他想干嘛就干嘛。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说太瘦了，会不会找工作之后那个就是可以稍微减一下肥？可能今天下雨吧，就是热胀冷缩，这手指头有点太瘦了。你今天的开场有很多特写镜头，但是你的很多特写镜头，但是看不出你紧张，因为是挺放松的。我觉得在一块儿，然后也见到了朋友，蛮开心的，就是又跟大家像现在这个盛典一样，觉得像回顾2018年，就是比较开心的一个心态。嗯，对自己2018年的成绩单蛮满意。嗯，我希望更满意的作品也好，成绩也好，是以后的。期待大家看到我更多好的作品。有没有想尝试就是现代主义的题材去做一些？哎，我之前拍摄的现代一起的作品，应该在2019年会陆续发现，都是很现代性。他之前因为《延禧攻略》和《浩然传》，网上有许多你的粉宝，然后对你的粉宝什么看法？好像少了点吧，后来赚的就少了点，管理一下自己的表情。然后你平时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？嗯，特别是新播出的时候，都不舍得，微信里面都是